小猪佩奇的派对时间。为此游戏，帮助佩奇制作派对邀请函，任邀请函选择一个背景，在邀请函上添加一些贴图，你可以通过手指在屏幕上移动，将贴纸放大或缩小。为你的邀请函选择添加一些文字，快来参加佩奇的派对，邀请，让我们聚会，佩奇的派对，好玩、有趣又欢乐，派对时间，你想把这个邀请函留到下次吗？点选你想保存邀请函的盒子，确保你在每个信封上贴上了邮票。好啊，邀请函都寄出去了。斑马先生来了，他把信件带走了。你能帮助佩奇制作一些派对礼包吗？选择一个派对礼包，用一些贴纸装饰你的派对礼包。选择完毕后，点选打勾按钮。现在，选择一些糖果放进你的派对礼包。选择完毕后，点选打勾按钮。做得好！你能去厨房帮帮佩奇吗？点选配料，加入碗中，鸡蛋、面粉、白糖、黄油，移动勺子，混合蛋糕配料。选择一个烤盘，点选一个烤盘，加入一些蛋糕混合配料。干得好，现在要放进烤箱烘烤了。点选筛子，就能加入糖霜。就是这样。点选一个罐子，倒入一些水，为糖衣选择颜色，粉色，移动勺子混合糖霜。看上去好好吃啊。为蛋糕选择内馅儿，美味，点选蛋糕，把它冰冻起来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添加一些装饰物。好可爱的蛋糕，
佩奇的朋友们来了，是玩抢椅子游戏的时候了。选择游戏角色，将角色移至圈中，已开始。轻触圆圈，让角色移动。当你停止轻触的时候，你所选择的角色就会落座。哎呀，天哪，已经没有座位了。快速点击圆圈，让角色加快移动。现在，我们要移除一张椅子。哎呀，天哪，已经没有座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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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最后一局了，场中只剩一把椅子了。哎呀，天哪，已经没有座位了。是玩击鼓传花的时候了。为每个人选择一个角色，准备好后，轻触已开始。当音乐响起，轻触圆圈已传递包裹。音乐停止了，点击包裹拆开。不走运，还有包装纸啊，接着玩。音乐停止了，点击包裹拆开。不走运，还有包装纸啊，接着玩。哦，音乐停止了。点击包裹拆开，不走运，还有包装纸啊，接着玩。哦，音乐停止了，点击包裹拆开。不走运，还有包装纸啊，接着玩。哦，音乐停止了，点击包裹拆开。不走运，还有包装纸啊，接着玩。
哦，音乐停止了，点击包裹拆开，干得好，获胜者是斑马佐伊。是玩皮纳塔的时候了。每个玩家选择完毕后，按打勾按钮继续。轮流拉一条缎带。哎呦，不走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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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了，将硬币移动到圆圈，尽可能快地收集硬币。有些硬币比其他的值钱。获胜者是斑马佐伊，多么有趣的派对，每个人都度过了美好的一天。让我们看看佩奇的派对剪贴簿，翻页以查看更多。你确定吗？